哦，你在录。对，后面的两位。要出发喽！走。走。现在是下午4:40。我们终于出发了。我终于出发了。我说，小白兔，我家里有小熊软糖，你吃吗？然后小白兔不吃，然后他说一顿困难，看我一晚上。昨天晚上睡了3个小时，起阳的大汗真的太大声了，哎呦我的天哪，来视频过去吧。啊，可以的，走，我们去拍照去。这就是晨光吗？是不是你也很久没有这么早起来了？好，今天现在是塔后的早上8点，但其实昨天是那个夏令时改的，所以其实现在是以前的9点钟，还是7点？不是，应该是7点。这是以前的七，这是昨天的7点钟。然后我们现在去开车去湖边去看看。这个要不要看一下储物先？我先暖暖车。啊，我的天！这其实要开储物啊，这叫储冰。哇哦，赶紧！我的天哪！这也太美了吧！8:30，8:31，喝热冰拿铁。然后看看前面的钟是7:31，因为昨天晚上下令时了。好奇，小心这个雪，它不是很实。
走到这里，走脚印的，走脚印的，然后过来路上这边。我只想抽根烟。好远啊！好吓人！